这一间商店呢叫做牛奶屋，牛奶屋主要就是贩卖飞牛牧场所有新鲜乳制品的贩售区，那像是飞牛牧场的鲜奶、优格、冰淇淋、馒头，一般常温的商品像是牛奶糖、牛轧糖、牛奶棒、奶薄饼，甚至是手工饼干。那这一间店还有一个非常抢手的商品哦，叫做飞牛白布丁。白布丁呢，它是一个球形的布丁，那吃法呢，只要用一根牙签，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布丁。这个是飞牛牧场和日本的北海道牧场合作技术研发出来的哦。除了在日本有贩卖之外呢，在台湾就在飞牛牧场才可以买到。那目前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网路十大伴手礼的产品，叫做烤布丁，选用飞牛牧场的鲜奶，再搭配有机的鸡蛋，然后下去烘烤出来的，拿着您手上的门票就可以到这一间商店 Flying Cow 换到一杯好喝的牛奶。到下午喂的牛妈妈吃的牧草之后呢，我们现挤出来的鲜奶，然后经过杀菌之后再送到这边来给每一位游客兑换品尝的哦。那这个也是飞牛牧场从创园以来哦，20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传统，就是要给客人一定要亲口品尝到一口最新鲜最纯净的鲜奶。不只可以换到一杯鲜奶，还可以买到美味的炸鸡。这间商店还有贩卖了全家炸鸡餐，然后还有汉堡、薯条、水果沙拉、鲜奶双麒麟。这鲜奶双麒麟啊的原料也是来自飞牛牧场的新鲜牛奶下去做的哦，你赶快来品尝一下飞牛牧场众多的乳制品哦。